大家好，为各位介绍下面这一项商品。那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一个侧材塞，这个是由 TCM 所生产制造的侧材塞。那今天使用的车型呢是 BWSX。那当我们这个大 BWSX 呢，我们在做尾灯的一个设计更换的时候呢，那不管是像这个1098或者是像 G800。R6 啊等等的，或是甚至像 S1000， 那不管你换什么尾灯，很多的尾灯呢，这个侧台塞必须会露出来。那露出来的情况之下呢，有各种品牌一个前叉这个这个侧台塞哦，必须把这个管子塞起来，不管是说避免雨水进去呢，那外露总是一个不好看。那所以呢，必须用这个侧台塞。那这个是由 TCM 所生产制造一个侧台塞。那这个外形呢，这个也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简简单单，也是CNC切削，再加上一个镀钛螺丝的一个护锁哦，所造成的一个这个形式一个款式。那相同类似的商品，其实还蛮多的哦，在这个市面上所看到。那像 TCM 呢，这个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品质在。那像这个侧台塞呢，是使用这个这个逼紧紧迫的方式呢，直接用这个胶水就可以敲进去了。哦，然后直接在使用上呢，却是安装上比较简单。哦，然后呢，在左边的话很简单，直接敲进去。然后在右边的部分呢，为各位看一下。那其实右边部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透过摄影机可以看得到，它其实还是有做一个这个刹车这个车子的这个坐垫开关哦，就是车厢的一个开关，它有一个这个绳索从这边拉的一个坐垫开关的一个绳索。那这个是在不需要这个来拆这个绳索，如果说把绳索拿出来，必须连我们的这个侧边哦，然后连前面的 H 壳等等全部要下来，才有办法把这个线整条拉出来。所以呢，在此呢，像麦克叉酷机的经理常卖的JS 的防摔球，那像这个 TCM 防摔球，他们做一个 bypass， 可以直接让你把这个坐垫开关的这个绳钢索直接从这边就做一个引道，可以让你不用去拆它，那直接这样子导引的方式呢，就可以把它装上去，而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去把前面的这个钢索的部分从头到尾的拉开来。这是一个还蛮不错蛮贴心的设计。这个而且呢，在这方面呢，也是让我们缩短了许多许多的这个时间，在安装的时间。那像 TCM 防摔球呢，这个侧台塞呢，我们看一下。那颜色呢，其实很多，像红、青、紫、绿、黑、橘、蓝、银等等的都可以。那其实呢，侧台塞也可以，或是自己拿去当前叉的一个防摔球，还是可以使用的。那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到麦克仓库机的精品来选购，然后装上去的话呢，就是像各位在影片中所看到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像这个多款颜色都可以来店做一个订购跟选购。那也可以到目前影片看到正下方，加入我们麦克仓库机的精品一个粉丝专页。那也可以到我们影片下方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购买的一个网页说明。希望可以参考看看，谢谢大家。